大家好，我是烧虾。本期要为各位带来的视频是新出款的 A 车骇客的改装、跑图以及实测。首先，先来看一看这台车的属性表盘。A 车骇客在漂移方面性能满点，在其他方面的属性则是较为平均。特性为漂移灵敏度提升且减速降低，漂移拉车头的小喷时机提前。这个特性应该是让我们这些新手比较容易使用出进阶氮气出弯。那这台车的外表，个人是觉得还蛮帅气的。整体的配色是黑色，然后搭配上少许的蓝色，连它的喷焰也是蓝色的，觉得真的还蛮帅气的。再来，我们来看看改装的部分。引擎我们选用右边的卡特贝塔型，可以增强我们的小喷时间、小喷动力以及小喷最高速度。燃料则是选择左边的史莱姆燃料，可以增加我们的氮气动力以及氮气最高速度。传动、涡轮、积氮都没有分支，按照顺序改满就可以了。接着我们来到了性能实测的部分。小喷最高速度是 241.9， CWW 是 305.7， 那 WCW 则是 288.9。转向部分不算是特别好，中间偏差的等级。最后呢，则是来到了我们跑图的实测，请大家欣赏一下我的跑图，最后再做总结。最后，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台 A 车骇客。这台车在漂移方面的手感实在是非常好，个人是蛮喜欢的。跑图过程中虽然也有不少的失误，但也明显感受到它非常容易触发进阶漂移出弯，个人是觉得还蛮推荐给新手使用的。它的缺点就是转向比较不足，这一方面可能需要各位多多的适应。那么我的影片就到这边为止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